社区用一周的时间，为辖区内年满60周岁的居民准备了健康包。我们这个防疫包有这个家庭医生的这个联系卡、银环颗粒，然后是一个退烧药，一盒口罩，一瓶酒精。哎，很好。对我们老年人很好，很好，真高兴，真高兴。哎，为我们这居民着想，为我们这些老年人着想，你看嘛，哎，这挺方便的。